激动人心的一刻即将到来，两位运动员高举会旗，将一路点亮天街。他们并肩奔跑，携手同行，传递着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。由30辆闪光自行车列队护送会旗，象征着分秒必争、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。我们看到的隋唐天街已被装饰得流光溢彩、灿若星河。